All the members from IOWGCA will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potential obligations to promote green energy generation technology without carbon dioxide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undertake the best efforts to reduce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atmosphere. 接下来的舞台，我们将会盛情邀请东北亚世界总部支援议长王建辉登台致辞。 尊敬的李宇春总议长，尊敬的郭跃民主席。 尊敬的各位代表、嘉宾朋友们，上午好！我是 IOWGA 东北总部秘书长王建辉，我谨代表 AOWGA 东北亚所有议长、向国际机构的相关人士以及东北亚总部相关人士，向在福建厦门召开第13届绿色气候大会及东北亚。 世界总部第2届最高理事会颁奖的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是红色胜利、绿色保利两岸福地。 IOWGCA 作为国际组织，通过 IOWCA、IGC、ISSA、ICG、ISC 国际标准、绿色商品认证及国际协约，来推进 IOWCA 气候环境宪法国的事业，是全世界人的使命。 是符合人类共同健康、共同富裕的国际准则，是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规则。我相信，在 IOWCA 全体议长、东北亚联合体各领域的中产委员、12个代表部、72个支援总部。 八大洲支援总部和各大洲国际事务组织局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把参与 IOWGCA 国际所有国家通过绿色和平、绿色公约搞活各个国家经济，进一步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延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让我们共同实现健康快乐、平安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奋斗。感谢各位代表的光临，祝愿你们在厦门会议的期间快乐、幸福、平安。谢谢。好，谢谢，再次的感谢王建辉议长。